国泰金控不仅在台湾推动数位转型跟拓展国际视野，我们将 CDC 定位技术输出海外的总部，协助集团与东南亚数位金融发展。世界各国的 CDC 是防疫的指挥中心，我们期待国泰的 CDC 是在发展海外业务的时候最重要的资讯开发中心。选择台中主要是因为这里能够汇聚北中南各地的技术人才，并且希望能够率先打造出中部首座的金融科技中心。我们希望能延伸北部的集团资源以及中台的开发技术到台中的 CDC， 让整个开发的过程能够更弹性、敏捷而且有效率。国泰数位金融在台湾取得了一些经验，我们希望借由台中 CDC 这个设计开发总部，将触角延伸到海外，能够有更宽广的视野以及发展。CDC 将作为领头羊，率先引领国泰与业界前进海外，开创东南亚新兴业务发展。我们有招募专案经理、产品经理、UI UX 设计师、数据商业分析师，还有系统分析师。另外，我们还找寻 Java 开发工程师、QA 以及 DevOps 工程师。无论你是数据分析、资料工程、分散式运算、AI、人工智慧、机器学习的高手，只要你喜欢主动挖掘问题、积极的提供解决方法、乐于分享，我们都欢迎你。国泰在台中的插旗，相信可以带动中部的技术研发动能活络起来。身为中部的科技研发人员，国泰让我们可以离家近，可以回家跟阿爸阿母吃晚饭，这对员工来说是非常贴心的事情。很欢迎北漂南漂的游子返乡回来发展，可以加入我们金融业最强的研发团队。欢迎加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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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加入。Welcome to CDC Cathay Development Center。